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SK 汉语课堂，我是陈丽。中国有很多节日，festival。春节当然是最重要的传统节日，Spring Festival is the most important traditional festival in China。来看我们要学习的词语，节日。 春节选择难，了解容易。根据 Let's learn some words more 节日，你最喜欢什么节日？我最喜欢春节。 了解，to understand。我想了解中国和中国人。你应该去中国旅行。旅行也可以说旅游。容易，给我容易的问题，好不好？ 中文考试不容易，我必须准备准备。你觉得中文考试容易不容易？好，我们看今天的课文视频。你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？当然是春节，我喜欢为家人准备礼物。 我也喜欢春节，但是选择礼物太难了。了解他们的爱好很重要，你可以根据他们的爱好来选择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课文视频看完了。Could you answer these questions？你能回答这些问题吗？他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？ 他喜欢为家人做什么？他根据什么来选择礼物？You could think about it。我们可以一边读课文一边想。你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？当然是春节。 我喜欢为家人准备礼物。我也喜欢春节，但是选择礼物太难了。了解他们的爱好很重要，你可以根据他们的爱好来选择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 It's easier said than done。我想你现在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了。他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？春节。他喜欢为家人做什么？准备礼物。他根据什么？ 来选择礼物，根据他们的爱好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要学习的语法。今天我们要学习两个语法点。根据 verb plus 起来，根据。 他说的话没有根据。爸爸总是根据季节选择旅游的地方。Word Plus 起来，这个菜看起来很漂亮。他的车开起来。 有点儿慢。这个房子住起来不舒服。今天的词语和语法你都学会了吗？Let's review together，让我们一起复习一下。节日，春节，选择。 难了解，容易。根据我们来看今天的练习，你认为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是什么？春节。这家饭馆的菜吃起来怎么样？ 不错，王老师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况。没问题。你答对了吗？Did you get the answer correct？今天我们说的是节日，festival。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春节。 你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？Don't forget to tell me your answer. 再见，下次课见。